欢迎收看《老三讲古》，咱今日继续要来讲耶稣的故事啊。耶稣讲咧，我就是世界嘅根啊！咱今日要来讲这段，这足要紧。来，什么叫做根？来，和大家体会一下，啊，你有根无？吼，哦，安尼有安尼有安尼好，哦，各各就嚟猜谜啊！哎根，这个世界需要根。耶稣讲，伊是世界根。 耶稣等于讲一句诶时阵吼，其实伊是举一个车门有治好，你知影啊，将一个车门治疗好势，可以把只有看着。耶稣因為我就是光。耶稣带伊亚新去到山顶诶时阵，讲恁也是世界诶光啊！所以咱有了解即个信仰一个足要紧诶一个重点，叫做光。啥人要讲光，因为上帝创造世间第一日。 创造啥物呢？光，第一日先要有光啊！你想阮安尼录影有无？咱即物即个所在吼，迄拄入来时阵吼，第一件代志吼，毋是大报警呢。第一件代志吼，毋是讲这倒啊椅啊碰来，毋是安尼呢。第一件代志吼，开电火，一定要先拍灯嘛。有光下通做代志啊，啊无暗暝山了乌飕飕。 你边来做代志，一定要有根。所以上帝第一次创造世间，就是讲，伊先创造根。圣经甲咱讲，什么叫做上帝？上帝毋是石头啦、插头啦、一身红啊啦、一身神明啦，毋是啦。圣经哦，甲咱讲，上帝自我介绍讲，我就是根，就是根明。莫怪耶稣来到世间，哦，耶稣要开启个救恩的门，是不是啊？呢？ 耶稣要开这个教会的门，邀请咱众乡亲，大家拢拢这批嘛。耶稣头一摆出来传道理的时阵耶稣讲啥？耶稣入到圣殿，圣经变起来。耶稣念念啥物呢？耶稣念的圣经才度讲，讲，迄耶，活在黑暗中的人，有光甲因照，互因看到希望。耶稣咧讲伊家己。 啊，你讲那会遮草皮啦，哦耶稣你呢，会遮你啊自大啦吼，毋是？上帝知咱世间人无救恩，天顶迄个救恩的门也未拍开的時，时阵世间人即地世间浪浪些，浪浪些，毋知被去倒位啦。有人当面咧想讲，啊，我今日个等下做人轮回，我咧想讲我今日落地个，哦 一百个人想一百种诶剧情啦，无一个人会当确定家己想诶是毋是真诶。所以上帝决心啦，恁这個人伫黑暗中、乌白梦、乌白说，归去啦，我一道光拍互你啦，我电话开来吼，互恁看清楚啦。阿边阿开，派耶稣来，派救助。 派一个救恩来世间，甲咱带路，所以呢，耶稣来世间第一件代志呢，开灯会，将光带互这个世间的黑暗。所以耶稣伫圣殿头一摆读个经文，就是咧读讲，我就是这个光，上帝派我来引出各位，哦，因为恁拢他妈咧瞎无嘛，啊，所以关键灯会拍好开。 逐个目睭白玉金，恁看有足，要行对天堂的，随我来，行。这条路。哦，所以耶稣是带路的人，你敢知？所以唔是咧讲耶稣臭屁，耶稣话教唔是。耶稣讲我是甲人负责带路尔，哦，恁唔要甲我当作讲我是咧偌厉害，我是做谦卑来只带路，带登去见我天顶的老伯。 就是拜上帝，所以耶稣就是足谦卑啊。其实耶稣伊本身都是神嘛，但是伊就是足谦卑，伊讲伊无甲客气，当作讲伊就是神啊，伊当作讲我是神所差起来，会带路的人，安尼尔尔啦吼、哦。所以你知影开始著讲啊，都、就是耶稣足谦卑啊。所以等甲耶稣甲咱带到位啊，喏、哦，带到位咱拜上帝面前。 伫即个审判大一、大顶诶时阵，迄个时阵呢，一个座诶上帝，伊会甲讲讲一件代志。各位，耶稣毋是讲他传道呢啊？耶稣就是阮三位一体，伊就是神，所以恁往那都爱敬拜伊啊。你知无？所以毋是今日咧臭皮讲恁都爱敬拜我呢？无？耶稣拢讲，恁爱敬拜白上帝。 并不独一的精神，安尼，但是将来去到天顶了，上帝伊会亲自甲咱说明，讲就以这样啊谦卑的走路，其实伊是跟我斗阵的，是做伙，哦，伊本身也就是神，这是一个奥妙，就是代表讲吼，咱做人要谦卑啦，啊，所以当耶稣讲，我就是世界已经绝对唔是带着骄傲嚟讲，这是今日重点。 当咱做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毋通他讲啊！我就是世界根，耶稣讲你是根，你是盐，吼、哦，讲到袂输，讲要别去倒啊，定安尼啊啦，袂输讲到我我足情啊，我足厚个呢，人我是根呢？恁遮拢罪人，恁拢乌暗中啦，啊，恁拢乌白来啦，恁拢犯罪啦，人我是根啦，完全毋对，完全毋是安尼。当耶稣讲我是根个时，伊个意思是讲，我要引带，我是替大家服务。 因揣恁即找无路，人甲恁暴路讲，咱都要对遮来去。安尼，是谦卑诶态度在做光啦。所以咱简单讲啦，迄、那个光叫做温柔诶光啦，毋是互你痴迷诶光啦。哦，上帝诶光，上帝创造日头来管理光，即是创世纪所讲。第四日，上帝才创造日头；第一日，上帝就创造光。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跟上帝在发光嘛。上帝讲，我光是足大足大，但是哦，我创造日头来关日时，啊夜牛来关暗时安尼。所以你看，上帝光透过的日头，得甲咱光照。我毋知咧听人讲照，日头夜牛，甲咱一个开关共款会当准的安尼吼。你看上帝透过日头获咱的光，是足温柔的光呢。哦，迄是对你个的白目，你用你的目睭。 去看这个日头，你安尼一直看一直看你会车眉？哦，迄、那个光毋是叫咱直直家看。迄、那个光是要甲咱带路，咱毋是要看光，听候真足哦。咱毋是要看迄个光，咱是要照迄个光，看清楚咱四周围诶环境，互咱毋通跋倒，互咱毋通受伤，即、這个叫做光。 所以根的作用是啥物？根的作用毋是要增根，毋是要增加枝干，我足光、足光、足光，毋是。根嘅作用是要解决黑暗。根嘅作用是要因潮，是要潮路，根嘅作用是要帮助咱毋通做唔所以咱人嘅心中有上帝根，咱未做歹代志。咱心中有上帝根，咱。 做毋到，咱会生怨；但是若无迄个根哦，咱做毋到哦，佮歹诶呢？啊，做出来佮你画两惨呢？若无上帝根伫咱诶心中，咱会变做一个非常可恶诶人啊，固执的人，一个一直伤害别人，啊，佮毋悔改，佮毋改变，哦、啊，而且作歹到底诶一个人。 所以，咱有上帝根在咱的心中，毋是这个根。会当有人讲我足水个呢？你看那个，我有没有不灵不灵？哈，我我有足根个无？毋是要电咱家己啦。哦，这个重点大家了解。当耶稣讲我是根个时阵，迄是一种谦卑服务个一个心态，迄是一种我愿意来帮助大家行正路一个心态。所以，到底开始读圣经？ 创世记讲上帝是根对冇？这是圣经嘅开头，上帝是根。开始录，最后圣经甲变到最后哦，你讲啥？讲上帝要做咱永远嘅根。圣经甲咱讲将来伫上帝嘅世界无日头啊，毋是用日头做咱嘅根，是上帝本身要做咱嘅根。上帝要继续引出咱嘅心，咱知影，讲什么代事也当做，什么大事袂当做。 啥物话会当讲，啥物话会当讲。所以人，阮记督教有一句话叫做“光照”。基督，我有一個人基督，讲上帝你来光照伊，迄著是讲上帝用一个无形个更甲少互伊看到讲你实是对对你家己个太太啊，对你个囡仔家庭实在无够负责任啊，你著爱较谦卑咧。啊，即人别人来讲袂使，若人来讲拢片面啊，一定上帝较光照。 即个人家己发现家己毋对，伊才会谦卑，伊才会家己若回失嘞。哦，这会甲丈夫、甲甲太太啊，讲对咱的士大人讲啊，失嘞，我真正我做毋对。你知影世间人吼，上困难的是啥物？都、就是回失嘞。人甲人之间要讲讲失嘞，我系毋对，即、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代志。 但是，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什么叫做心里亚索？心里就是甲上帝，也个甲人会识的，讲歹势，我毋对。这足困难的，我跟你讲，人有尊严啦，无一个人话你讲会识的啦。那么讲你毋对啊？那无咩承认，咱毋对啊？啊，都会啥呐？除非上帝伊启示。 一个人对心中真正感觉，我做安尼实在是有影有有毋对，而且管理会失诶啦。哦，因为咱世间人真少人去犯国家诶法律嘛，迄就上大条起啊嘛。但是日常生活上，咱敢有常常得失咱身躯边诶人，咱诶朋友、咱诶同事，难免。拄啊讲的态度歹啊，面口歹歹看啊，人无看你安怎，啊你敢发脾气啊？这拢难免啊。 啊！若毋钓了，共回一个实例吼，足困安尼。我甲你讲，哈，咱足爱别人甲咱回实例，啊，咱家、啊、己足爱共回实例。啊，所以需要什么？光照。所以耶稣讲，我是世界光。耶稣讲，恁这信徒，恁拢是世界光。歹势毋是叫咱去尴尬吼，共照甲生煤去。毋是安尼。就是咧讲吼，人爱做好，互人看到咱诶时吼、哦，人家己会检讨。 咱有好诶模样，好诶行为，互人看着咱诶时阵会甲咱学，迄个才叫做世界诶光。所以耶稣是足谦卑啦。哦，后直集请继续收看耶稣诶故事。